大家好，我是成都体育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、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长宋秀平。呃，当下呢，二零二二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正在进行。哦，我们都知道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格兰，但是现代足球运动的溯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战国时期。那我今天就带大家呃了解一下中国古代蹴鞠的前世今生。 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复原了汉代长安景福殿的菊城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场上有十二个人穿不同颜色的这个服装，那么同时两边呢是有球门的，跟我们现在的足球运动是非常相似的。 国古代蹴鞠从战国开始有文字文字记载以来，那它的传承是一脉相承的。呃，无论它是这个有战争、有这个经济衰退、有文化这个衰亡等等，但是它都有相应的这种记录，而且传承两千多年是没有断裂的。那 在传承的过程当中，他的比赛规则、他的技巧、器材、运动员、教练员、球星，还有蹴鞠联赛，他都是比较成型的。在北宋时候的这个，呃，开封府就有皇家驻球军啊，当时著名的有是苏树。 呃，著名的这个球头，那么在北宋临安的时候也有陆宝呃，呃，也是皇家足球军的这个球头。同时呢，在民间也有类似于我们今天 C 罗呀，还有这个球王贝利呀这样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球星，像范老儿、黄如意，呃，等等。 啊，呃、在宋代还有一个呃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通级赛的模式，叫山岳正赛，叫在泰山祭祖或者祭祀的时候，都要举行这样的一个比赛。全国的运动员经过选拔到泰山这儿来进行山岳正赛的比赛，如果比赛通过了的话，你是有证书的。从这个蹴鞠发展历程来看，我们最早出现的在。 文字记载当中，就《战国策》齐策当中有记载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叫踏鞠。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蹴鞠呢，是实心球。那么在呃、哎、这个东晋十六国、南北朝时期呢，我们这个蹴鞠运动呢就走向了一个衰落。那么随着这个呃隋统一，来到唐以后。 最大的变化就是充气球出现了。充气球，那么这个球从踏鞠的实心球到现在唐代的空呃这个充气球，它一下子就变轻了。那这个时候的呃双方运动员的对抗性就比较弱了，它一种娱乐表演性就出来了。可是在宋代就出现了管理足球的呃。 组织，呃，叫棋云社或者元社，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足球俱乐部，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考察出来是目前世界上的足球俱乐部的最早形式。如果你在宋代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，那么你一定是呃棋云社的会员。那么上至贵族，下至我们的百姓，都非常喜欢这项运动。 据现在我们的研究考证来看，嗯，世界上最早的足球规则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，呃，在东汉李尤这个人呢，是我们四川的广汉人，是个史学家，他著了一个叫《橘成铭》，他总共有四十多个字，呃，这四十多个字里边就记录了，呃，二六相当法乐横队，呃，说的就是这个比赛的呃人员、场地。 有裁判员，有运动员，赢了呃怎么奖励，输了怎么惩罚，用四十多个字把一个运动的规则详细的记录和呈现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它是最早的足球规则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汉东汉时期旅游著的这个《橘城名》。